伟同学听我言，开学防疫莫等闲，校园防疫很重要，一样一样落实好。上学前加深点，口罩湿巾要带全，体温异常早报告，父母护送去医院。上学校戴口罩，做好防护很重要，错分返校不扎堆，定点下车不能忘，校门口先测温，前后距离1.5米，交作业不接触，作业框而来相助。勤洗手有诀窍，手背指缝都洗到，同学相见不拉手，微笑示意来问好。学习时活动中拉开距离不近靠，打喷嚏要咳嗽，手肘护住鼻和口。下课了不串班，走廊漫步不言语，个人物品不共用，自带水杯要盖牢，食堂用餐区1米，认真无检别忘记，洗手如厕要注意，保持距离莫拥挤。戴口罩就纸巾，指定地方小心跑，常通风多喝水，操场活动别乱跑，身体不适早报告，老师父母才知道。做时放学有间距，校门外面不聚焦，争做抗疫小卫士，自律自强我自豪，争做抗疫小卫士，自律自强我自豪，自律自强我自豪，我自豪。